就这是目前唯一能救国家的方法。你若无签，你等于就是害死我，害死艾伦，害死国家。我无怪你，你变作是害死全家族的罪人。搁再讲，你真正愿意看到艾伦一出事，得过着一种苦楚，过着种艰苦的生活是？我不要签，我不要跟你离婚，一定要跟我一家办法。我这边有个救济，好哥哥，大家难关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你莫遐尼天真，你莫遐天真了不？好。我家这个健康不是普通人天的病。我老其他办法，我袂行到今这个地步。你是嘛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小华，只要你签字，咱两个平安度过这难关啊！你送我求你好不好？我给你保证，只要你签字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，我一定让你过好日子。对我来讲，你签字顶过那三字，也不是你的名。梁秀芳，你对我来讲，你三弟是我爱的。是安怎？我都收到29年前坐伫个家将离婚协议书了。唉，是啊，我只要想到迄件代事啊，到即摆我心肝头也是真艰苦。当年若是你的医生，你来成全，嘛无即摆这个果敢。你的温情啊！我甲所有国家的人，永远拢无可能会放袂。舅父，你来啊？嗯。艾伦，阿伯有爹哦。有啊，我妈妈有爹哦。哦。啊。叶老师，真久无看。杨姐啊，最近好无？也可以啦。啊对啦，我跟妹妹哦来台湾，原本是讲要去拜访你啦，啊，不过今日甲你交叉。拍摄拖真嘛？袂要紧啦，你若是要找我吼，随时都会当来。啊，我一个人吼住伫个台湾，啊无工课啊，无亲像有诶人吼，四界做公益、做志工，我诶时间哦真自由啦。哦。啊，杨姐，坐啊。啊，坐下。杨姐夫，阿汤姐去日本，当先等来。啊，无啥代志，应该即几天就转来。啊，对啦，刘老师，啊，你今日哪过来？当然咯，妈是为着我这个宝贝查某囝的婚事啊。妈，嗯，我拢还袂决定是毋是要甲安迪交婚的。安迪，恁在讲的敢是盛发集团的周安迪啊？是啊。哦，啊，那呢，我就无听唔到呀。妈，你看啦，连姐夫拢听到这消息啦。
到底像是风上头啊？杨姐，你是伫倒位听到？是安尼啦，我去便宜提药啊，我看到安迪甲一个查某囡仔咧讲话，我们才知影。查某囡仔，啊，你什么关系？我就唔知啊啦，是讲我知影迄个查某囡仔是顺发集团的员工啦。那你甲安迪两个就是同事啊，啊，不过我进前常常看到因两个做伙呢，而且感觉阁真亲。顺发集团的员工。那那迄个查囡仔是毋是西做目睭大大蕊、头毛长长，啊人三丘三丘？欸，是啊，你冇实在啊。哦，伊刚做伙食饭的时阵，伊嘛伫个。是安尼啦，是因为讲阮有一段距离啦，我无听清楚因咧讲啥，啊毋过我真确定啦，我有听到安迪咧讲，伊讲伊嘛无想到讲伊妈的安排吼，伊甲艾伦联姻，对安尼。所以安迪真正安尼甲迄个查囡仔讲，是讲因全部对话我无完全听到啦，啊，所以阿伯、艾伦，恁就莫胡白乱想啊，吼。艾伦，阿免道，我探听清楚，就胡白介想啦。我这一次妈妈吼，一定爱替你问清楚。孙立宏，你想要周安迪跟艾伦联姻，我哪有可能这么简单，让你把手伸入来视天净空？安迪，虽然我这马吼，你是高富人啊，啊，不过我艾伦哦，确实是视天净空的大小姐，伊自细汉就真有教育，我真善良，真大方，唔知人生的可怕。我这做妈妈的哦，就一定要好好保护伊啦。我就直接问你啊，今麦就上班时间呢？啊，你上班无踮伫个公司，煞伫个家，刚讲你甲这个李小姐有啥物特别关系哈？啊，你若要知影安迪甲阮董宇的关系哦，这我会当甲你讲啦。这就安迪哦。就是我未来的 Andy， 你的药袂给你摕啊？啊，那你这么侪人，艾伦，你来伫个家？这位是阿姨，这位是我妈妈。妈，这位阿姨是安迪的妈妈。是安尼啦，我陪我妈妈来病院探病，啊，结果我看到安迪，我妈就想讲来甲伊拍一下招呼。原来你就是艾伦的妈妈。你好，我叫做孙丽红，你叫我丽红就好。我叫廖小红。信怀当初张福林甲副总，这时阵会坐在病房，啊，搁叫你好累。唔知是这位李先生真重要，还是这位李小姐真重要啊？这个李先生当然嘛重要啊，因为伊替阮盛发集团。培养出一个真优秀的人才。李先生，你敢有较好？你放心，我有交代病医，一定要把你当作是 VIP 照顾，你都要好好休养哦。安尼，李经理才会当安心回来上班。李经理，这是要给您爸爸的补品。哦，多谢夫人。李小姐。你家己讲啦，你讲真正优秀到天顶有地下无？而且你甲这个做安迪有两种私人的关系哈。对啊，李经理，你有趁这个机会，把所有代志讲好清楚，较免让人误会。我甲安迪。爸的病已经无时间通拖，我还可以当有甚物选择？廖律师，安
安迪副总是我的丁西啦，你讲了不对，阮生发确实是幸福企业，特别是阮董事长夫人，伊一向拢就热衷慈善事业，所以伊听讲阮爸破病时阵，就特别甲我关心。阮爸即卖当有遮所谓医疗资源，拢是阮夫人替我安排的，我真正对夫人足感激的。李经理，你免这么客气，你是一个真友好的囡仔，我就是带领你找无其他的亲人，而且一个查某囡仔照顾破病爸爸，真正足辛苦的。我只唔拿提供医疗资源，阁叫阮 Andy 哦，常常来关心一下状况。是啊 ，Andy 副总真正甲阮平仔囝斗相共足多，而且副总唔只是甲我当作是员工，顶多甲我当作是朋友在关心，我对伊的感谢真正讲袂完。艾伦小姐，安迪副总真正是一个足善良的人。啊，迄天我跋倒，恁嘛足善良的替我解围。我后来知影恁两个要联姻，我就感觉恁真正足速配的。你千万唔通误会安迪副总。迄天迄是小可代志，你无需要放在心肝内。原来你甲恁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，不怪啦。我怪安迪哦，会对你特别照顾。我会记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阵，安迪就常去做义工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苏红姐，你若是还有其他的问题，会当问较详细不要紧啦。唔免啦，是阮较歹势啦。爱走来病房吼，问遮尔侪问题。即摆上重要的，就得让病人好好休困。艾伦。麦当，我叫安迪，我等你坐我去吃披萨哦。嗯。李冬雨。你真捌代志，嘛真听话。卡叔讲你以后会当参照今仔日同款，才你知影正体，袂去影响到阮 Andy 的婚姻，还佫有前途。我都无反对你甲阮 Andy 私底下做伙。妈，我只想要甲冬雨光明正大做伙。做 Andy。你上起码学一下李冬雨，至少伊比你搁较清楚要安怎做，才是对大家上好的。李冬雨啊，头仔孙的洪峰遐个意思，是要叫周安迪去找高家的大小姐。你做细音，你拄则帮伊催伊说，你就是答应啊。阿伯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传别人，我只想要甲冬雨做伙。叫人放心一寡过，我讲的比你搁较济。春天，你是搞怎样当作啥？我廖春讲你对阮冬雨是真心的。想袂到，你比陈志伟更加不如啊！怎那知影我拄只东家全部拢揭出来？我都唔相信，高家的大小姐若是知影，你是种上卡大上尊的人，伊个会要伫你即款无见家头的笨手？阿妹，你跟你跑！阿妹，我们走，快跑！你们走，阿妹，走，跑！